大家好，你来看。大家，如果在网络上要说档案袋，你找一个要。DF 去把压缩，直接拉进来就，还开始上传了。品质，它有高中低，最佳压缩，压缩。做档，那个嘞，再找一个没有压缩的，可以选择，可以选择最高压缩。对，压缩好处是可以按下的。通常放在那个本机里面，好，下载这个，可以压缩的，没内容，看原本的档案内容，有97.82 MB，变成617，可以比加收货的档案。我就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